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，面对生命的终点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一刻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生的无憾。在我们人生之间所体会到的爱，不止我们可以带走，我们还可以留下来给我们的亲友，让他们有勇气跟力量继续地完成他们的人生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